9月17日，周琦和女友领结婚证的照片流传开来。周琦女朋友王心怡是一位山东姑娘，也是一位美貌空姐。周琦还在 CBA 时，女友经常现场助威，时不时秀恩爱。两人在一起6年，如今终于领证，修成正果。周琦刚刚在亚运会帮助国家队夺冠，新赛季在火箭的前景也大好。如今个人大事也定了，真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